来好几次就想吃这个，我现在就是迫不及待的要尝尝看这个。巧克力味还挺正的，闻到这跟我以前买的那个哈尔滨食品厂不一样，哈尔滨食品厂里面感觉是黄油的巧克力，这个呢，这个是就那种奶油巧克力，吃吃看。不过它这里面巧克力很苦，挺苦的。好吃。之前很火的大黄米汤圆，我也算后知后觉终于吃到了，然后买了三个口味，一个是八宝汤圆，里面不知道有很多坚果、芝麻、白芝麻等等的，可能有点像五仁馅吧，我猜。然后是最经典的黑芝麻汤圆，这个应该是我最爱吃的，我猜。最后是花生口味的，每个煮了一个，感觉并不是很大，但是看别人煮出来好像很大。它真的可以发得很大。然后我里面还加了酒酿和桂花。先试口酒酿。上面还有桂花，我放了一点桂花蜜。这个是花生。皮感觉也不是特别厚，就跟普通汤圆差不多，它只不过是个头大。然后花，哎，这是花生吗？里面还有一些芝麻。好香哦，里面有很多种干果，黑芝麻，然后瓜子。刚才那个应该是八宝汤圆，这个应该是花生馅，里面就没有黑色的芝麻呀以及果仁之类的，就是纯花生。最后一个就是黑芝麻，黑芝麻好香，是会有芝麻的那种颗粒感，细细的颗粒感，像芝麻粉的感觉。还有就是鸡肉含三文鱼。你好，郭川老师好。上面都是属于比较常见的鸡肉，然后有鸡肉就是打卤。冰激凌，还亲你呢，还生嘴了呢。
是瑜伽200第二周的作业打卡。你一招什么？招呼吸大法。怎么说？先这样，然后往后，手往后。开胸腔了。握拳。这样。前，对，保持这里平。哎，你这里的拉伸感是不是很强烈了？一般般。那你再往下一点。还是一般般。这屁股往上抬，就这里地方你往上，想象它往上抬，不要用背部拱的感觉往下，头向前延伸，把你的背部再拉直，对，这里是直的，对。啊，对，弯腿，屈腿，你下不去，你屈腿。对，你就屈腿。你要做的是什么？你要把你的大肚子这里贴在大腿上。你像我也贴不住，所以我要屈很多。你看我。我贴住了。你没有贴住吗？我贴住了。贴住了。我贴住了，我肚子大呀。好，贴住了。然后贴住了之后，你始终保持你的背部是直的了这一弓，然后用你屁股这里。你自己可以手扶在胯这两根胯骨上面，然后有一点骨盆前倾的感觉，用这里的力量往上提。哇，好多呀，我可以吃到周末。雪燕，这里还有。我要的就是这个。我要的就是那个，谢谢你。不要客气，为老婆服务。我们又在瑞欧下面买了一个柳橙百香果和玫瑰蔓越莓。Allons mon Andalouse, puisque la nuit jalouse étend son ombre aux cieux. Fais à travers son voile briller sur moi l'étoile, l'étoile de tes yeux. Allons ma souveraine, puisque la nuit sereine nous prête son secours. Permets que je déploie notre échelle de soie.